金曲奖颁奖典礼上演唱好听到爆表的新歌《灯光》，他是今年的金曲新人王谢振廷。除了创作功力获得评审肯定，他的歌声也被乐评形容好疗愈。虽然得奖之后，谢振廷依旧保持谦卑，强调会继续学习。无奈人红是非多，已经有负面新闻袭来。本周一周刊就报道，谢振廷私底下居然是个劈腿男，和歌声是两码子事。一周刊直指有读者爆料说，谢振廷在渐渐有了知名度以后，就狠狠甩掉经常帮他创作兼付房租的前女友，而且一边说分手不想谈感情也不想再同居，同时却火速结交新欢，还带新女友回家，让前度非常的崩溃。对此，谢振廷在脸书上 po 了一篇长文回应，这篇报道影响到他爱的人和家人朋友，让他差点不相信善良，然而最后他还是释怀了，还说选择伤害的那一方其实也还有许多自己的难关要克服，其实也是很可怜的。不少粉丝就为谢振廷打气，直说其实你不用回应，做自己就够了。